哎呀，来了来了，130，看一下，大家想看的啊，这骑上属于高速的，是的，这个顶着限速开，高速的这支架这块，哎呀，130，惨烈，其实，那你看这明显快很多，是啊，感觉是在飙04的样子，是。直接奔着假车就杀了过来，那这个也是高速上大家非常常见的一个速度，会怎么样呢？会怎么样呢？哇哇哇！上！我！哦，朋友，我看到了，撞了，120。120啊！来，我们听一下现场的反馈啊！我们听一下现场的反馈。现在一不杀就停不住了，啊！果然果然，到这儿非常大的一个制动，对，能看着的，因为这儿如果再不杀，它就真的来不及。好，130特斯拉也通过了，通过了。距离控制更远，没准在那个策略，那个牌当时开始加。你看从什么时候开始减速？这儿已经开始了。减了。哦，明显减了。啊？减速。哇塞，溜得好远。OK， 120，就是一个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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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行啊！不行！不行！不行！